喜欢吃咸的还是甜的？我觉得焦糖的不错哎，这个是焦糖的。你那个口水，下次谁还敢拿？你要吗？不要，谢谢。啊！师傅，那今天，今天开爆米花玩具。哦，这是我最近在虾皮上看到的玩具，很可爱吧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爆米花？薯条？不是薯条，这是爆米花。它长长的呢，它是躲在里面。要把它抽出来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我以为是鸡蛋棒那种呢。不是，哎，它不止三颗哎。啊，它不止三颗，它很多颗哎，一颗、三颗、五颗，五颗爆米花。这个还可以干嘛？现在冬天到了，就是可以当毛毛哎。哎，其实蛮适合你的。真的吗？我也觉得。你学一下嘛。我买这个，他还附了一个这个购物袋给汉堡。有爆米花你就滚走。爆米花一直跑走。啊，你屁股很翘哦。有食物相关的玩具，我们从今年开始直接开箱，都可以开箱，赶快来找我们合作。